我十二岁嘅时候，阿爸等我走佬嚟到呢度，佢依然好难到，我好嬲佢，所以我同我自己讲，我一定要争气，我唔可以俾人睇唔起。16岁嘅时候，我行咗呢条路，隔咗几年，我喐中我大佬一批火。 20万女，20万女，多谢啊，多谢五宝哥你手下留情，多谢晒。五宝哥，唔好怪，好彩你扑到啊！如果唔系，佢今晚就死喺呢度。我担保我仔以后打死都唔敢再掂你呢部啊！多谢晒，多谢晒。大哥喺边啊？喺呢边啊！五宝哥，大哥话你帮手喎。大哥已经帮咗你啦。如果唔系，我点会收你20万啊？我五宝哥就喺出去揾食噶，呢度6楼走唔走随便你。6楼啫。 你两个跳落去，我一系唔追究。齐，定啦！我哋两仔有命硬嘅，去啦！ 大佬顶住，我哋仲有得搏噶。哥，伤咗这么大个，只有个办法，唔同出去，等凯神都唔住咗佢手，另外一个就有机会打动他。 记不记得我同你讲过，我哋条命好硬。妈妈几乎每天晚上都做同样的一个梦，她梦见我们家人在海里，一个接着一个的消失了，后来就剩下我一个人。